曲哥，再来，曲哥，再来，再来，要拍，对，曲哥，你干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施菲亚，外拍甜心苏菲亚。当时我们截取下来是22万，不好多。哦呦，接下来看照片，哥哥，哦呦，哇塞，我老天爷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好，怎么好意思？我们先看这个好了。来，各位，进去看全部哦。先开看全部。进去看全部，我比较喜欢进去看全部，这样蛮厉害。其实这张照片是他后制的啦，其实有穿照，当然有穿衣服，对，这个是一个电玩，对 ，OK， 请问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？这是一个射击游戏，哇塞，战车世界，战车世界，战车世界要办成这样，目前我最爱玩的，可能要买一下战车世界。你的男朋友？二十几个，没有，对对对，需要了，需要。那请问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怎么样子样的？我喜欢比较阳光幽默，像史丹利就不错，我是他的粉丝。你看吧，是他粉丝，他粉丝是。我买过他的书。哦，我的活动他都会来。我会去他的签书会。你什么活动？签书会啊，不知道什么活动 ，cosplay 哦。对啊，可以啊。史丹利带领大家 cosplay。对啊，那个 Denka 我也认识，因为他有那个电玩节目，我去上过。你叫什么 Denka？ Denka 对，周巡的，他有电玩节目，我去上过。你去上电玩干嘛？我不然来上这边干嘛？是啊，你又不是，比如说电玩界的人啊，你是作家、欸。没有，那就是真的单纯去打电动啊，就是去当一个消费者。对，当一个来宾，然后去玩电动这样的、哦。那你有那个低角度帮人家拍照吗？是不用，主要工作直接坐旁边。可以。对，你在展场推荐这个游戏啊？对，就是你觉得最困难是什么？最困难就是有一些宅男要一直卡你的油，就是说，哎、欸嗯，你可以帮我下载一下游戏吗？这样算卡油，卡来出来就对了。他是这样子，他说哈，什么游戏？什么游戏？这样，然后就一直在看你的其他的部位，这样。哪、嗯、有、哎？那当时被看心情怎么样？是开心的还是？就在看屁呀、啊！但是又不能发脾气，那这蛮糟的。问问题应该是看脸，问问题。问你的胸部很奇怪，他就说哦，你们这游戏是玩什么的、啊？哦，好像蛮好玩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好像蛮好玩，对不对？这个游戏哪有你好玩？诚实，对，要诚实。脸书你有在直播？对。那你怎么跟你的粉丝互动？通常我直播就是可能我接赛车的时候穿秀服啊。或是我去接一些活动，穿得比较性感的时候直播，然后他们就是都会留言给我，然后有一些会就是很想要刷存在感，就一直在留言说，哎，叫我的名字，叫我的名字，然后说，哎，我是那一天上一场跟你合照的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这样子。哦，叫我的名字，我对啊，我们叫他名字他就开心了，曲哥，叫我叫曲哥，听这一句啊，曲哥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你要叫他名字，他就哦天哪、啊，我女生叫我的名字很开心。叫一下曲哥，叫曲哥，叫六声，曲哥，再来，曲哥，再来，再来，要拍，对，曲哥，你干什么？什么没干什么？你哦，你冷静，最近变了，开玩笑，网络上很多酸民，你怎么办？通常如果看到一些比较讨人厌的，我不会太严重，我会当作没看到。嗯，可是有些人会留一些很猥亵的。说什么什么脱掉啊什么什么，就是很好想要什么，就很直接的找那个方面，我就直接把它删掉，然后如果他又一而再再而三，就直接把它封锁。是，那你刚刚叫曲哥名字什么感觉？就是，你可以帮我叫一下那个谁吗？班姐。班姐。你害羞什么？你害羞什么？我本来要说嗨。OK， 那这样好不好？既然人家新婚，帮我们招待一下史丹利，叫一下史丹利，美气。史丹利，新婚愉快。就醒了，好惨哦。要辛苦啊。是，那你就是做这个所谓有关于电玩的这些工作多久？大概有一两年。一两年。对。那你现在是单身吗？对，为什么要单身呢？就是想要多看看啊，多看看，就希望可以再遇到第二个史丹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惜了。
哎，那你就那个了嘛？怎么怎么？就好好祝福人家。对，我只能这样而已啊。他出的书你都会买啊？有有有，真的。对对对，他的书很开心啊。对，他书是旅行的嘛？他之前第一次史丹利疯狂对旅行系列，我第一次在书局看，我笑到不能自己，就是一直在那边憋笑，我就觉得这人很妙，很乐观啊。从那时候就喜欢上他。对。那既然已经事情发展到这样，那我们帮我们叫两声中豪吧。对，中豪，新书大卖。谢谢。每个被叫都怪怪的。来来，帮我叫声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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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也喜欢声打。真的假的？叫我声打。对，帮我叫他一下。痛痛痛痛！还好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谢谢，挺好的。漏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